Hi， 大家好，我是 Aaron 啦。咁啊，应该今日咧系最后一条喺12月31日出嘅 YouTube 片啦。今次咧系一架，即系一个最值得留念2023年啦。咁啊，用一架天星小轮嚟拍最后一条片啦。咁啊，今次系一架神星号入去in and out 咁啊。天星小轮呢个一定系必须嘅，因为去真尖沙咀呢个系必搭嘅工具啊，天星小轮。今日已经是算是话今年的最后一日了，12月31日。这个亦都是游客必搭啊、必到啊、必搭的船嚟嘅。同真去亲尖沙咀、中环啊、湾仔咧，天星是一定是最坚的啦。乘客就開始落啦，咁衷心多謝大家收睇今日 LMA 頻道最後一條片啦，祝願2024新年快樂，拜拜。